一步一景，艺术与自然的结合，让城阳村的风光别具一格。在城阳，每一个村民都是艺术家。沿着村道一路行走，村居变成了民宿，杂物间变成了草帽馆。城阳的蜕变是艺术振兴乡村的美丽见证。在这里，艺术野蛮生长。乡村是画板，生活是颜料，村民锦绣生活的画卷不断铺展。在这里，艺术也串起了阿拉宁波的乡土记忆，让老物件活起来，城阳兴起来。在这里，微风吹来，夹杂着清浅的咖啡香。年轻人把咖啡馆开到了村子里，成了一处别致的风景。艺术带来的红利也正持续释放。因为现在的新农村了也大有可为，希望有我们年轻人的加入的话，可以让这个村庄更有活力，然后可以吸引更多人来这边建设发展。在城阳，一场文艺赋能乡村振兴，重塑现代乡村文化空间的宁波实践正野蛮生长。